这我还差一点，但是，哎呀，赶紧把人请客啊！请客，小龙虾，没问题，没问题，没问题。前提是让咱们把白米比完之后再来，再请大家吃饭，行吗？确定了啊！确定了啊！教练，不好意思，我们教练，怎么样？ 你对我今天的表现满意吗？真棒，太争气了！真的，段雨成，你还请不请客吃饭了？